你来了，拉我，快点，拉我。你人真好，不仅关心我的安危，还陪我一起吃午餐。如何，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好看吗？我的汽车装置艺术，世间仅此一辆。人多就是最好的掩护，待会儿要是真遇到什么危险，我们就弃车而逃，从后面溜走，保证神不知鬼不觉。这可真是人生苦短，说来话长，但我可以长话短说。简而言之， N109 区有人想让我为他们画一幅画，但我拒绝了。自然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画中暗藏玄机，指引向他们想要的东西。幻象，你看到了什么？不错，据说这种罕见的珊瑚石原本来自深海一个叫做利莫里亚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奇珍异宝，就连一枚小小的珊瑚石也有能让人身处幻境的奇效。拿它当原材料研磨成颜料，就能让人置身于画家创造的美梦中。那你今天来找我，应该不只是担心我的安危吧？连凌空室都变得越来越危险了，更何况那种虎穴狼巢。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你这样的猎人贸然闯进去，和羊入虎口没什么区别。先别动，有人跟踪我们。还不能，但神情鬼鬼祟祟的，总不会是我的粉丝。
你确实是个合格的猎人。该死，怎么又让他给跑掉了？谁？也有可能是装出来的。刚才你一下子把他撂倒那招，要不再表演一下？我真的不是杀手，我就是个想挖料的。每周一文独家记者吴兆，一家不入流的艺术周刊，大部分时候靠从社会名流艺术家身边撬出的一点边角料过活。哼，这么隐蔽的摄像机应该不便宜吧。最近我身上有什么能荣登贵刊的新闻吗？我说，你千万别动手。是因为那位叫做雷温的收藏家，他死了。他死了，就在昨晚。他把自己溺死在了卧室的浴缸里，谁都没有发现。第二天，管家推开门进去的时候，人早就没救了。警察已经封锁搜查了他的屋子，调了监控，可没有第二个人进过他的房间。不过，就在他的卧室旁边，挂在收藏室里的那幅奇遇的画却不翼而飞了。我还听小道消息说，他死前拿刀在胳膊上腿上刻了好多道伤，跟鱼鳞似的。哎呀，可吓人了。有钱人一死，警方就封锁了消息，生怕牵扯出什么让自己饭碗不保的秘密。哼，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齐先生，您真的和他的死没有关系吗？您的那幅画是不是真的能操控人心啊？有也不会告诉你呀。更何况你说他死在昨晚，我一直待在画室里，哪儿也没去，对此也只能深表遗憾了。还是说你想去亲自问问雷温本人？不想，我知道的都说了，你们能不能放过我这一次？可以是可以，不过鉴于明天我会委托我的经纪人去向你的上司投诉这种恶劣的跟踪行为，并取消和他们的专栏采访，我想你注定是要失业了。所以不如替我调查一下，你刚说的这个消息是谁想要封锁的？你知道吗？海景画中卖价最高的通常是平静的海面，
海面越是汹涌澎湃，人们对他越不感兴趣。又是我的一个梦，每天都在画室里做梦，差点忘记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了。谢谢你今天带我从梦里逃出来。回家，画展要如期举行，但一幅画被买走了，总需要另一幅画去代替的。不过呢，要完成我手上这幅，现在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种颜料。还记得我们上次的交易吗？刚才看你出手干脆利落，最后那一招更是前所未见。如果能做我的保镖，保护我走一趟。要是找到了替代品，那手里这个我也就欣然相让了。你这个表情该不会是忘了吧？没关系，你忘记的事我都先替你记下了。其实我刚刚忽然想到一个能混进 N109 区的方法。是你说的，敌暗我明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引蛇出洞，那不如你就想想办法成为暗点眼中那个最有价值的饵。既然能被他们盯上，我猜你的身上一定有他们想要的情报或东西，就看你愿不愿意冒这个险了。也许只要释放出一点点不设防的信号，他们就会主动暴露在你面前。我可以带你找到那片水域，用情报交换情报，用筹码换取更大的筹码，但能不能争取到入局的资格就看你自己了。这只是我的提议，决定权在你。如果你决定帮我这个忙，那就明天早上白沙湾码头见。又见面了，猎人小姐。不用那么见外，跟奇遇一样叫我老唐就行。你果然还是来了。谁忘了我都不会忘。相处的真不错，奇遇身边有你这么靠谱的朋友也就放心了。你不要说的他好像是我的监护人一样好不好？等等，你让我准备船不是要约会吗？总算没白等，风力四级，海面平稳，是个出海的好日子。既然是出海这么辛苦的事，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些高科技的方式，比如快艇什么的？总窝在屋子里画画，神都要退化了，正好运动一下。那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现在可以说是去办什么事了吗？别紧张，只是你的本职工作打架。那里就是我说过的帽儿岛，岛上能量异动，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流浪体。你打流浪体做什么？他们的星核里有一种十分罕见的物质，我打算弄来做成颜料，融进我的创作之中。星核还有这种用途？你当我三岁小孩子呢？真是奇怪，岛明明就在眼前，可划了半个多小时都靠不着岸。保镖，你是不是在划水？哎，我的确是在努力划水，可每次刚划过去就被你划回来了，不原地打转才怪呢。这个桨它不听我的使唤，我不适合这么费手的运动，不如弃船游过去吧。糟糕，奇遇起浪了，冲我们打来了。啊，天气预报是靠扔骰子的吗？快往左滑。船漏水了，乌鸦嘴，这下真的要游过去了。你稳住，别划这么急，太晃了，我晕船。我根本不是找了个保镖，我是找了个杀手。天怎么还在转？别哼哼了，要不是我手速快，咱俩现在都还在海里泡着呢。我宁愿在海里泡着，也不想躺在地上晾着。一切正常，这里看着不像有流浪体。那你正好派上用场，走吧。这岛不小，今天我们有的忙了。你不晕了？这么急干什么去？巡山。一点生气都没有。小时候我们春游还来过这儿呢。春游？那是什么？你不会连春游都没去过吧？就是小朋友手拉着手排队，包里会装满好多小零食，当然了，还要写游记。哇，你们小学生来这种地方郊游，心理素质真强。都过去十多年了，有变化也正常。虽然共鸣到了很微弱的波动，但探测器没反应，未必是流浪体引起的。你的小猎人手表不太灵啊，那枚珊瑚石带来了吗？怎么，又像上次那样用你的血吗？是用你的 evolve。 珊瑚石就来自这片海域，你察觉到它有轻微异常，可能就是沾染了同样的异能量，用你的 evolve 和它共鸣，释放出相似的信号，或许可以把它们引过来。试试。释放信号？好吧。波动太弱了，很难捕捉。哎呀，等等等等，有这手劲儿去捏几个核桃吃不好吗？可别把我仅存的样品给弄坏了。那……又不是掰手腕，靠的不是力气。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把所有的感知力都集中到手心。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很温暖的力量在涌动？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能量频率，互不相通，所以每个生命都是孤立的个体。但你的 evo让你可以改变自身频率，和其他个体产生共鸣，所以只要你用心感受，就能够和对方建立连接，分享彼此的力量。真的吗？只要你相信。
哦。那我试一下。结束了，应该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场面。方法是你说的，钓不到鱼还怪饵吗？好吧，算我失策。深度调动以后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事。有反应了。看来我完成的还不错。比想象中的好那么一丁点儿。路漫漫其修远呢，给你吧，继续努力。和他共鸣竟然真的会吸引流浪体。要是找不到我说的那个，引再多也只是练手。咱们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又来了。不好，别过来。怎么了？是流浪体吗？更可怕，是魔鬼。啊，好可爱。是小猫，哎，总算救下来了。你不会也是被珊瑚石引来的吧？嗯，站那么远干什么？他又不会吃了你。别过来！猫这种邪恶的生物，最擅长以弱小的外表迷惑敌人，然后把对方玩弄在鼓掌之中。我不喜欢。可你看起来不是不喜欢，是有点怕吧？奇遇，你怕猫？我怎么可能怕？我只是对它没兴趣而已。它受伤了，伤口不太对劲，你看看。那也别过来。你的手碰了它，就不要再碰我。有它没我，有我没它。它听懂了？那不像普通伤口，说不定真和流浪体有关。我们跟去看看。你也不用这么敏锐吧。咱们不会是要去倒猫窝吧？那小恶魔明显是在碰瓷，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这伤是流浪体留下的。他怎么了？别碰他。你的手。这波动来自海底。是玲珑。他的火居然把浪劈开了。原来你更喜欢我的血吗？哼，不过我的火焰可是不会熄灭的。糟了，怎么在海里？奇遇，得赶紧游上去。奇遇，人呢？
在那里。别再靠近，否则我不保证你的安全。那你呢？你要干什么？与你无关。齐玉。那说好了，如果你没来，我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你的。别去，回来。明明什么都不记得了，还要来拦我。这次可是你自己选的。